是很美，但是美到就是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有点神秘，有点怕。你看，我化妆化到一半，现在这个样子。今天是3月20号，今天是星期天，然后现在是三点钟，对，3:40了。今天又是半天的拍摄，是接着昨天的是第二天了。然后我们今天要去 Hollywood 那边的一个 house 里面拍一场戏，就是跟大 Lucy 的一场戏。就是这个爸爸，跟 Lucy 有一个冲突的一个戏。刚刚吃完中午饭，然后现在出来，大概还有10多分钟就到了。经过 downtown 这边有点堵。好了，你看现在我的样子，待会儿又要化成一个白头发，虽然我也有白头发，待会儿可能要画的更加多一点的白发。作为一个父亲，那个女儿已经20岁了嘛。对，这是这个片子昨天拍的，还挺看起来挺漂亮的，就是整个visual 啊，还有包括故事都有点意思，所以这样的片子呢，拍起来就会挺开心的，因为也更有所期待嘛。Downtown 这一块就是永远都是塞车的，所以的话一般没什么时间都不会经过这一块。但是去 Hollywood 的话，就是必经之路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又要穿过 K Town 韩国城，就是很特别，外观的话很一般，但里面还可以。粉色，全是粉色。一定要稍微对称点，我觉得这个灯可能要中间正对着灯，这要全拿走才可以的。拿，另外一点，我们如果感觉有点恐怖。这个就更红了，这间更红。它每一间还程度还不一样哈，有些粉一点、淡一点，玫瑰红，哇。厨房是最淡的。你看卫生间。对，我看了。
马桶都是粉色的，还有这些衣服，哇，就是是很美，但是美到就是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有点神秘，有点怕。你看我化妆化到一半，现在这个样子，有点 very funny 啊 ，see the hair， So are you from Nepal as well? Huh? You're studying in Nepal or you? No. I'm not a student anymore. Okay. I went to UCLA actually. Oh, UCLA. Yeah, but okay. I graduated a while ago. It's a sound recording. I did production. I did music production there and entertainment studies and stuff like that.这是目前画这是目前画面，其实我这也可以关掉了啊，这看过曝光啊，这是对，你看它这应该会有一个叉的，应该这个粉色是中度灰，哦不，绿是绿色是18%的那个灰，就是中间灰，就是颜色最准的地方。哦，他拿去用了是吧？对，没梳开，算了。嗯，没事。啊，那个过程。这个也是没有脸的这一次。嗯，对。哎，其实我看到脸。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吗？你看他俯身俯这么大。哦，拍到脸了是吧？他俯身，我这给少了，给少了。对。Hi.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aura. My name is Lucy. Where are you? I'm here. The doll in pink bell. Are you here to play with us?哈哈哈哈哈！对，对，对。Is what you want or？ 今天就是一个轻松的一天啊，半天嘛，4点开始到现在是8:19。就拍完了，然后明天是大戏，是重头戏，要一整天，所以明天会比较早。那我们明天再接着拍，接着跟大家聊吧。嗯，补充一下，今天拍的这个场地非常的漂亮，非常有意思。嗯，到时候这个片子出来的话，大家能看到。加喽。啊，这个地方出来才发现，原来是我们上回那个大青树下那个 party 的名字。